楼下的那几个人物，其实他们经常出入在我的生活当中。据我哥哥告诉我，我也曾经来中央书局二楼，是曾经有饭店，就是有餐厅的，我也曾经来这边吃过饭。进来刚刚大家也看到，是完全不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他讲说会头皮发麻，倒没那么严重，但是的确是非常艰巨的一件事情。不行，我1971年来台中读书啊，中央书局就是一个我流连忘返的地方啊，没有一个店员曾经阻止我翻阅任何一本书啊，是我在这里站着把路桥的《未央歌》读完啊，把当时的那个林耿写的《天筹》啊，台湾第一本出版关于文革的那个这个故事的那个，我有很多书是站着看完的，就他那个书的多元跟丰富，让我开了眼界。一个角落是专门贩卖商务印书馆的书，这个跟好名义有点关系。那那个时候的商务印书馆的书在其他书店是几乎见不到的，所以其他书店也许只能看到路桥的未央歌啊，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一整柜的这个人人文库啊，中部地区的所有的小书店，所有的书都是寄到中央书局啊，然后各个书店再来这里把书领回去啊。从我的草屯乡下的书店骑个摩托车来台中领这个书，也太贵了，所以他们就拜托一个来台中通学的学生啊，每天回家的时候坐专车的时候，他就把书从台中带回去，是我的姐姐啊。他带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所以他第二天早上要把书交给书店。所以所有的经过我们家的书，我都有一个晚上可以读啊。冯冯的《维西》啊，4册80万字，我要一个晚上看完。看到天亮的时候，那个眼睛已经眼泪直流了，然后公鸡已经叫了，我知道这个书即将离我而去啊。但我还有半本没有看完，就在一个一家一家书店关门，然后读书活动好像变得很弱势的时代，如何要指一个场所？要变成那个社会的发动者。我猜想我们这样的未来这个书店要做的工作很多啊，也许它必须变成一个立体的书店啊，它不是一个摆设书为主的概念，它必须变成一个动态的书店，它必须变成一个发散型的书店啊，也就连阅读跟书店这两个字恐怕都要用放宽很大的新的诠释来看待它。